早死晚死，反正都得死，不如来个痛快的。零零七，我就服你这豪迈的气势。你今天来的挺早的嘛。苏小姐，你想要的花我做不出来。我整整等了你两天，你就一句做不出来。不光是我，就算是您请来大罗神仙，他一样给您做不出来。花艺是情感的寄托没错，但它是用来传递爱和美好的，不是用来抢别人感情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他就是花家优秀的花艺师吗？你被食人花给……你被渤海给骗了。我不是什么花艺师，我在公司里就是一个端茶递水打杂的助理。虽然我不是什么正式的花艺师，但我还是有节操的。我的花绝对不能去抢别人的男朋友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！反正我这单子是做砸了，你这客户我也得罪了。虽然说你的三观我不能苟同，但是我还是很同情你的。那我做了一把花送给你。渤海告状吗？随便你啊。零零七，你给我等着！我要让你们公司身败名裂，破产倒闭。苏小姐。让零零七去伺候那个苏家大小姐，简直闭着眼睛都能想到会发生什么精彩的剧情。不过渤海一向重视客户，他又这么在乎苏成家的老爷子，为什么会派零零七这个搅屎棍子去啊？一时大意，渤海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。那你说他是故意的？七啊，你是不是出差太累了呀？赶紧回屋休息啊，睡觉去。是不是生病了？啊？爸。哎。妈。嗯。我对不起你们。嗯？对不起。去，别瞎说，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，啊？不就是因为工作上那点事吗？我真的忍不了了，如果我再这样工作下去，我真的会内分泌失调。哎呦，七七，你不要乱讲好吧？不就是换个工作吗？不是换一份工作，是我工作没了，我爸的小卖部也保不住了。是什么？我把公司的单子给弄黄了，食人花说他要追究我爸上次卖假货的责任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啊！看来我这小店是保不住喽。啊，是跳楼大甩卖！哎呀，快！哎呀，你别挤呀，你干啥呀你？哎，丽娟啊，你赶紧的，老林的这个小超市在搞大甩卖，你快点啊，来晚了就没好东西了，快点，拜拜。
玲也算是久经沙场了。年轻的时候生不逢时，老了又摊上商业气息，真是天妒英才。